江，那因为这个高度有十米，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造成整个鹰架的崩塌，导致到目前为止三个人死亡，两个受伤。那三个死亡里面有两个是孩子，一个是老人。至于所有的死亡的原因，我们今天立即启动调查，并勒令现场立即停工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那对一些已经送到医院的受伤者，我们要积极的抢救。至于往生的，我们要从优来给我们十分照顾。对公安事件的发生，我们绝对用严正处理的方式去面对，该检讨、该停工、就责，以及立即停工，把所有的公安全部解释一次，再来谈三天解决停工。公安的事情绝对不能稍有疏忽。